收看的是《生命电视台》。接下来，请收看经典佛曲。 菩萨如秋月，阿弥陀佛顶庄严。慈光普照度众生，一心顶礼观世音。唵嘛呢叭咪。 菩萨如秋月，阿弥陀佛顶庄严。慈光普照度众生，一心顶礼观世音。 菩萨如秋月，阿弥陀佛顶庄严。慈光普照度众生，一心顶礼观世音。唵嘛呢叭咪。 唵嘛呢叭咪吽，如秋月，阿弥陀佛顶庄严。 慈光普照度众生，一心顶礼观世音。唵嘛呢呗咪吽，唵嘛呢呗咪吽，唵嘛呢呗咪吽。 唵嘛呢呗咪吽。 观音菩萨如秋月，阿弥陀佛顶庄严。慈光普照度众生，一心顶礼观世音。 观音菩萨如秋月，阿弥陀佛顶庄严。慈光普照度众生，一心顶礼观世音。唵嘛呢呗咪吽。 菩萨如秋月，阿弥陀佛顶庄严。慈光普照度众生，一心顶礼观世音。观音菩萨入秋月，阿弥陀佛顶庄严，慈光普照度众生，一心顶礼观世音。 阿弥陀佛，咱佛教徒伫咧佛面头前真爱点灯，所以我甲各位建议，后摆你若要看生命电视台一拍开，你就点一个灯，放喺咱电视台顶头。啊，有灯就代表有佛，啊，你若放喺顶头，你就歹势去看迄个啥物唱歌跳舞连续剧，你就要逐天看生命电视台。不但呢，也希望各位呢爱布施灯。 哦，各位呢，布施顶的功德，目睭光，生生世世有智慧，正知正见，行路袂跋倒。哦，你布施顶油，哦，目睭仁大蕊个光，布施灯芯双眼皮，布施灯座，哦，眼眶庄严。所以各位呢，啊，更加要紧呢，暗时若愿意，伫荒郊野外找一个所在点49趴灯，写一个符号，外口的好兄弟拢甲超度，佮布施一寡水，一寡米。 啊！你若阁常常愿意布施顶去佛寺，更加好。啊，咱电拜发挥拢要点两三千盏的灯啊，各位也可以买好的灯油、好的油灯来布施啊，大家广做功德。但是各位也记得，厝诶呐拍开生命电视台，众生诶生命之灯就拍开啦。 所以常常拍开生命电视台，点一个灯在电视台顶头，常常扶持生命电视台。阿弥陀佛。户籍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行善奉生避灾祸。学佛多年的陈先生拥有一颗慈悲的心，他多年来一直坚持放生护生，并劝导他人加入放生护生的行善行列。陈大哥，你又来这里进行放生啊？是啊，你看。 他们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，多逍遥啊！陈大哥，你放生的这些鱼是从哪里来的呀？都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。啊，这些鱼是你从市场上买来的？也就是说，你自己花钱买来这些鱼，然后再将它们都放到河里？对的，是这样的。哦，陈大哥。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佛教讲因果报应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造什么因得什么果，丝毫不爽。一个人若要消灾祈福，就要常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久而久之，自然感应道交。陈大哥说的没错，以前我也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不过现在我可是非常确信了。 真的吗？为什么呢？前几个月我莫名的头痛，去了好多家医院都没查出病因，多亏了陈大哥告诉我说，我这很可能是因果病。我仔细一想，应该是的，因为前一阵子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条活鲤鱼，为了杀死它，我用一根木棍狠狠敲它的脑袋。现在想起来。 我受到头痛的痛苦，不是果报呈现，那是什么呢？是啊，很多人得了因果病却不知道，甚至还继续杀生。哪里知道罪业越积越多，果报也越来越重。是啊，后来我也跟着陈大哥来放生，我那头痛才慢慢好了起来。哦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 当然了，多行善事，终究会得到福报的。听你们这么说，我也想买一些鱼来放生了。哈哈哈，你能这样想，那是最好的。市场里有一家水产店，那位老板听说我们买鱼放生，总会以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。明天我带你一起去吧。嗯，好啊。 第二天，陈先生二人来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市场里的水产店。早安，陈先生。你昨天不是刚刚买了一些鱼吗？怎么又要买啊？我的朋友也想购买一些鱼进行放生，所以我就带他来到你这里了。阿陈。 快，再去抓一些活鱼来！老板，最近生意不错哦，又多聘雇了一位新伙计啊。是啊，最近生意忙不过来，所以就雇佣了一个伙计来帮忙。老板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来你这里买鱼的人，大都是将鱼买回去杀掉做菜的。你从事卖鱼这行业，可是极大的杀业。哎。 你的生意越好，罪过就越大。老板，赶快转行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我这不是还将鱼卖给你们这些放生的善人吗？我这是行善，所以在我身上善恶就相互抵消了啦。唉，请不要用袋子装它们，那样它们很容易缺氧死掉的。我这里有个桶子，请你将它们装进这个桶里吧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们买这些鱼是要去放生吗？是啊。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是这位陈大哥教我要行善放生的，他已经放生很多年了。哦，是这样哦。随着阿晨和陈先生接触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他也渐渐开始敬佩陈先生的为人。陈大哥，您又来买鱼啊？是啊，天气渐渐的冷了，等到了冬天那就不能放生了，所以趁着现在天气还暖和，我就尽力多放生一些。陈大哥，您真是有善心啊，竟然自己花那么多钱来买鱼放生。放生可是积善果的事情，多做一些这样的善事，终究是会得到善报的，而杀业太重则会积下恶果的。阿晨，你现在还年轻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再做这种杀生的行业，尽早改行吧。嗯，陈大哥，您的话我会记住的。嗯，转眼间冬天到了，好久没有光顾水产店的陈先生突然听到了那家水产店关门的消息。陈大哥，你有没有听说我们经常去的那家水产店关门了？啊，关门了？他的生意不是一直都很好吗？怎么会突然关门了啊？听说那位老板他晚上出去进货时出了意外，他的车和一辆大货车撞在了一起，现在人在医院都还没醒过来呢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他真是可怜啊。唉，他这也是自作孽呀。你们想，每天有那么多条鱼的性命因为他而丢掉，他身上背负的罪业太多了，所以才遭到这种报应啊。嗯。这一天，陈先生路过那家大门紧闭的水产店时，惊讶地发现水产店的伙计阿晨正在一旁卖鱼。阿晨，你怎么在这里卖鱼啊？陈大哥，原来是您啊。我们老板出了车祸，一直昏迷不醒，我的薪水也给不了了，老板娘便把店里的鱼给我顶了薪水。快过年了，我想将这些鱼卖掉换钱回家过年。阿晨，这些鱼我都买了，你拿着这些钱回家过年吧。陈大哥，您说这些鱼您全部都要买下来？是啊。可是现在已经是冬天了，不适合放生的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将这些鱼分给那些和我一起放生的朋友们，让他们先养在家里，等到天气转暖再将它们放生嘛。好了，这是买鱼的钱，你就拿着吧。陈大哥，您给的钱太多了。这些钱除了买鱼的钱，还有你的工钱，我要麻烦你帮我将这些鱼送到朋友家里去。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啊。没关系的，那剩下的钱就算送给你当红包，回到家后多做一些积德行善的事情，不要再做杀生的行业了。好的，陈大哥，谢谢您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，陈先生留在公司值班，他的公司位于郊区，晚上很少会有人经过的。哦，今天有点困哦。诶，那是什么声音呢？住手！你在做什么？啊？啊，嗯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三名歹徒将陈先生的双手反绑，脑袋蒙住。然后又将他捆绑在值班室的椅子上。大哥，钱我们已经拿到了，这个人该怎么办呢？啊，钱到手就行，这个人不用管他。不行，这个人已经看到我们的脸了，如果不把他杀了，以后会有麻烦的。对，大哥说的对，他肯定会报警的，到时候我们可就完了。有道理，我们还是得干得干净一点，免得以后出麻烦。完了，这下子完蛋了！这帮歹徒他们是既要钱又要命啊！完了，看来今天我是死定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竟然传来了一阵警笛声，而且警笛声越来越近。啊！警车？这里这么偏僻，怎么会有警车跑来啊？难道是这个家伙提前报警了？不可能啊，这里距离警察局那么远，就算他报了警，警车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赶来啊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先避一避吧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你们三个不许动，手举起来，全部靠着墙壁站好。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，我还以为今天我死定了呢，真是菩萨保佑，你们来的实在是太及时了。要说感谢，你应该感谢这位年轻人。啊，阿晨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陈大哥，这几个歹徒是我的朋友，原本我们是要明天一起坐车回家的，可是我听到他们说临走之前要弄一大笔钱，还说有个陈先生特别有钱，经常花钱买鱼来放生，今晚他们就要去劫持这位陈先生。我当时立刻就想到了你，于是我在他们出发前先报了警，然后再偷偷跟踪他们，没想到他们要抢劫的人真的是你。是啊，如果他没有提前来报警，那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赶来啊。阿晨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谢谢你救我一命。不用客气的，陈大哥，您说过放生护生，行善积德总会得到福报的，我认为您说的太有道理了，像您这样的善人是不应该受到伤害的。嗯。